俺秃头地瓜吃的喽。我说我的嘞，今还一拿下去。今天呢就下去了。啊，往日门娘都说今天早点下去，门娘又搞不赢喽。走嘛，我出去了解喽。哎，老李，还可以。哎，等着还咋地？钱干得好。这样子地瓜好吃，你要挖，光光实实的。老王，差不多了，够俺今年没吃过星期了。差不多就不挖了它。挖弄到地瓜了吗？哎，挖地瓜当然好带下去噻。要的。老王，找点草果。老廖。姐，把你的书包收拾好哦。啊，收拾好了。哎呀，我都还有十多个鸡蛋要带下，还去交回去噻。咋的还有？留了十七只嘛。他也有鸭子哦，这我鸭子当成下去嘛。鸭子贵。哦。咋回事？要不要？还有些糖呀。你关好了啦。没有。关掉了。我给刷牙齿了，老妈。要得。给我下锅喂鸡，我来讲。地瓜喂鸡，好，再喂一会儿。老李，你给我找两个包包来吧。要得。哎呀，我用过这个，待会儿记到我了哈。要得。有。哎呦，拉上还好嘞，给个卡好。老弟，拜拜，你忙了。要得。吃着咸腌菜。我要吃嘎嘎。阿婆。嘎嘎。来，这一大坨。给我。嘿嘿嘿，大坨。饭吃了就个人走个人的东西哈。好。吃了啥去了？还是要饭的。要得。奶奶给。从我拿那么多钱吗？妈妈喊你去要包包的。要得。要得，不消不消，请进包包。揣到。妈妈给奶奶揣进包包了。要得。好。我也写好了送上去了。好，你打包了。走，大妈，上去喽。我们就星期五回来喽，哟。哎呀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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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得乖的哦，读书要勇敢学习哦，还勇敢学习，是是是，努力学习。走了，老好，干嘛？慢点哦，慢点哦。要得，拜拜喽，拜拜。要听你妈妈的话哈。要听的话，你看嘛。